得了得了，等你哈，等你老婆来了，你好。科技大学美术馆馆长许文龙，这次我们建国科技大学美术馆呢，策划了一个台湾艺术家协会的一个2004年的一个创作展哈。那这次展出的是从我们5月8日一直展到9月30日。我们展出的艺术家呢，涵盖有像台湾艺术大学的一个教授苏峰南。蔡友教授，还有台湾师范大学的陈代瑞教授等等，我们这次展出的作品也可以说涵盖了东方书画美学，再加上西方绘画、油画、水彩都有，各个这个会员的都是我们在台湾艺术家当中一些翘楚这次很荣幸呢，我们邀请到台湾这样知名的一个艺术家是来我们这边展览哈，总共我们这次展出了126件的作品哈，可以说各个领域都相当的齐全哈，欢迎各位观众听众有机会能够莅临我们建国美术馆来参观啊，谢谢。台大学的教授也是系主任退休了哈，蔡友教授，他的水墨风格比较。属于浪漫精细他比较秀气的作品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不会。